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正好0点，很棒。现在和 Coco 一在房间里面。看着哥哥台的跨年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好。送给所有一直支持我们湖南卫视的朋友们，在新的一年也祝福大家快乐顺心。新的一年祝大家顺心快乐。新年快乐呀。新年快乐！我看到甜蜜，我看到伤痛，在口袋。我看到信心，电台当然是在口袋了。我看到中国的崛起。我是谁？我是哈弗，我是中国车，打破外资品牌垄断。连续7年 SUV 全国销量领先，成为中国 SUV 领导者。15年来，我们新年快乐。以最严苛的标准现在不会有还在加班的人吧。新年快乐！Coco 一直在旁边，我本来很犹豫要不要直播的，因为有一点点害羞。刚刚新年快乐，新年跨年在北京呢。新年快乐啦！新年快乐，2018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我们已经拜年拜了5分钟了。新年快乐啊！真开心，拜不完的年，大家都来了。
有声音啊，我在看大家的弹幕。今天因为，央视不能是黄头发，所以戴了假发。背景音乐是电视。对，在9点，等到现在呢，之前和狗狗一吃了点东西，聊天，等到现在。第一个看到就是我，非常幸运呢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呀！本来是哪首歌来着？什么？的那首歌，然后换了。对，我不记得名字，我只记得这首歌和 Coco 一组。明天早上的飞机，我们7点半就要出发了。あ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还好，就是，今晚还是心里没什么底，但是像央视嘛，总之就是要笑，开心嘛。欢快。
一到这个时间有点疲劳的时候，声音就是这样的。我有露出把颗牙来吗？原来没有啊，这都能听见。我还会眼下是寒吗？谁知道呢？现在是我的电台节目啦，去年一年真的辛苦大家啦，包括各种应援。虽然上半年大家的状态都很不好，我也一样，但是从选之后我们陆陆续续的好像又变好了呢，又看到生活的希望了呢，感觉每天都有动力了呢。好像最近有很多新来的丸子呢，老丸子你们要照顾他们呀，如果有不知道的事要告诉他们呀，男孩子要照顾女孩子呀，姐姐照顾妹妹，哥哥照顾弟弟，没说你老，怎么对号入座呢？我在看他的弹幕啦。然后明年呢，希望大家和我一起立更多的目标，然后把它实现掉。明年，咱们多许几个愿望。今年，错过的就错过了，没得到的就没得到了。2018，我们都要把它实现掉。老牛了。
谢谢，谢谢你的一万票。那我们就各自努力吧。被我催眠了吗？是电视的声音。是不是都困了呀？我觉得，你们今天肯定不会睡那么早。明年的愿望就是变得更加重要。今年，然后让你们没了我不行。哼哼哼哼哼。没有，你们明年有什么愿望吗？今年，哼哼。我希望你们的愿望都可以实现。肯定的。
没什么章鱼之笔。谁是章鱼？我是 Taco。那个老一套的说辞嘛，我们就不说了。现在的人们都讲究创新。Popular 谢谢你们去年一年的照顾，还有其实也要感谢各地的粉丝，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巡演，然后每个地方呢，至少都有一部分人在很积极的处理，其实让我挺惊喜也挺感动的。明年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去各地见到大家，然后呢，希望希望不要怠惰大家。 Give me some surprise, okay? Thank you very much.大家英语都很好吗？然后去年其实也受到很多其他成员粉丝的照顾，包括一些返图啊什么的。每个人都拍得很好看，帮了我们家很大的忙，我也代表我所有的丸子谢谢你们，希望大家都会越来越好。什么？什么想法？既然这么晚了，那我们就睡了吧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也什么都不想说。
所有的，我看了很多星座嘛，你们知道吧？然后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，都说啊，金牛座明年会很好的。所以加油吧。我上升摩羯，月亮是双鱼，就是一个土象星座，认死理的土象星座，然后内心又很感性的那种，呵呵，所以才会这么别扭吧。那这样吧，其实对于明年还有很多，今年还有很多想说的，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给我答案。好吗？好啦，谢谢大家这么晚来听我直播电台，今年也算是和大家一起跨年了，嘴都不好使。然后在这里可以说晚安了呀，对吧？哎呀，吕姨，你在隔壁，你们不听我电台不？OK。Happy New Year. Good night. We're counting down. Good night, 晚安 ，wink。虽然你们看不到，嗯哼，嗯。